我现在去第一天来吃下酒菜的地方，那边有锅巴肉，老板说，然后尝试那边的锅巴肉去了。哎，老板您好。我要吃你们家的锅巴肉，十多分钟。好嘞，你先坐着，来凳子，来坐这。没事，我站着，哎，我这样站着很舒服。哎妈，韩国小伙帅耶！谢谢谢谢，真帅，谢谢谢。韩国小伙帅啊！你看这个电影明星的眼都要戴，他们都要单眼皮儿。哦，双眼皮啊。双双。你们都是吃晚饭来的吗？邻居。啊，邻居啊，在这儿买菜是吗？嗯，坐这个地方吧，老位置。吃好咱家那个砂锅菜 啊砂锅菜真的非常好吃，然后今天要尝尝锅巴肉，然后还有推荐的吗？你自己啊？我自己。你自己一个菜就够了？两个菜一个米饭。猪骨肠吃吗？猪骨肠啊，小肠可辣了，可好吃了。哎，那个吧，对。吃辣吗？吃辣的，能吃辣的。原来是这么做的。那我介绍一个对象行吗？介绍一个中国人行吗？可以啊。韩国小姑娘好看吗？中国韩国都好看。哇，这个是叫什么？骨肠炒尖椒。骨肠炒尖椒。哦，肠子，猪肠子。哇，也太棒了。你先吃着，饭马上就好。好，好嘞，好嘞，好期待。嗯，相当好吃。一会儿还有几片哈，那个菜几片哈。哇，呀，谢，哇，太棒太棒太棒，哇，好香啊！哈哈哈哈，这个北京的一盘锅巴肉是吧？这个量真的东北量太大了。五十八一盘，还没这多。没这多啊？那要多少钱呢，大哥？三十八？三十五。啊，咱还是一般三十八。这个看看这个锅巴肉，哇，太棒了！这个肉块好大呀。好吃吧？嗯，好吃啊！啊，什么这么吃的一个？哇，然后有个米饭，嗯，玩，然后想去漠河。漠河多冷啊！就你在这儿。漠河要体验一下冷，看一下雪。那你到装备了吗？装备，我还有两件羽绒服。啊，那鞋，那鞋呢？那鞋也不行。鞋这个还有。爬山的鞋，但是我打算要买个有里面有毛绒的那些鞋。怎么扛着零下五十八度啊？零下五。过车看看吧，算北极村看看也。最美最冷的地。对，极寒之地。然后还想看俄罗斯那边。接近北极了吗？那你要想上，再去从黑河过去最近了。漠河和黑河是远吗？啊，你能办签证了吗？你上俄罗斯得签证，你韩国人。看看有。韩国人俄罗斯可能没有，不用签证了。他有护照，对，有护照。吃这俩哪个好吃？我觉得锅巴肉更好吃。这是锅巴肉，是这块得是最好吃的。有些锅巴肉呀，吃几个之后会变腻的。那你们家吃多了也是没关系的。它这是里脊肉。里脊肉。瘦肉。里的。瘦肉。里。不是，猪脊肉。啊，里脊肉。那你整瓶啤酒啊？这岁数小。整个啤酒能行吗？整凉的，外来有凉的，你找的没有？没有，谁现在往外来喝啤酒啊？不，别烧烧那就挺凉，那块就凉的了。外面没有那个吗？没有，外边没有。哎呀妈，这还是能吃的。这个啊，哈尔滨啤酒，哈哈哈哈，哈尔滨必须得要喝哈尔滨啤酒啊。这个是真正的哈尔滨啤酒，对口吹，东北都是对口吹嘛，对呀，这才是纯正的，凉嘛，入乡随俗嘛，相当好喝，嗯，在哈尔滨喝哈尔滨啤酒，对啊，下酒菜了，我说这小伙子行哈，火星，花姐，这小伙子挺好。谢谢，这他得多聪明个人啊，他可不是一般人，二班的，二班的，好的，谢谢，再见，好，啊，谢谢啊，啊，너무잘먹었다，너무기분좋습니다，这里是我的冰箱，我吃不到，护肤品。这边门可以小开着，然后放点这个水的话非常冰。
放可乐还有护肤品了그리고이휴대용빨래대샀는데엄청편합니다네지금은이제아침먹으러가려고하고있습니다그럼택시가와가지고你好，是滴滴是吧？对对对对，很近呀，离酒店1.6公里，好好看那个路，走回来也可以的是吧？1.6公里还行，10多分钟。现在-11度，还行，我觉得不刚放就不是那么冷。嗯，没到那个季节了。对，哈尔滨人怎么说？我是外地来的。你的老家是哪个城市？韩国。韩国？对啊。你们那现在多少度？我们跟北京差不多。啊，对对对，那你汉语我听很好啊。我在北京工作啊，对，然后在哈尔滨玩的，今天打算去那儿，然后再去那个菜道里市场，道里菜市场，对对，道里菜市场对面不是有那个海一百吗？对，海一百看看，因为我想去更冷的地方，然后要买点装备。好的，谢谢师傅，再见再见。这怎么卖的？16.8一斤，一个一个卖吗？可以，一个多少钱？一个，我上车给你称。啊、你看它冷了，然后就在那个下面。习惯中国美食。习惯习惯，我已经在这边十多年了，就是半个中国人了。我在北京十多年。在北京十多年。对，老板，这是什么肉呀？这个。猪肉、嗯、哇，刚做出来的，1.68，1.6毛钱啊，好嘞，这么便宜啊！尝尝他们家的肉丸，1.68，猪肉丸子，哇，这么带油，刚刚好吃。这肉他洗澡过的。这位老板，好卖好卖。嗯，这个是大鹅。这个是鸡，这个是鸡。我发现这边本地人非常多，老年人也是挺多的。这边是卖红薯的，哇。아춥다춥다춥다아여기고기도팔고여기보면야채도이렇게많이팔고있습니다이쪽은이렇게방한용품팔고있구나아유추운데하얀거하나할까나라이거这个吧你要带着还是我给你装上我直接带着多少钱10块钱好嘞谢谢谢谢啊아유따뜻하다 와이렇게두부를파는구나여긴생선파는곳뭐지아휘미휘미怎么卖的2.5块一个呢3块1个那来一个吧转过去了谢谢啊我的玉米嗯单宝宝老板这是怎么卖的3块5一个来一个吧这个3块5真是吗对老师是啊热乎乎的单宝宝哇一个뜨거우니까더맛있네이거这里面有鸡蛋和肉的好的谢谢老板好卖好卖아진짜맛있다이거아이렇게야채파는구나人家油条怎么卖的10块钱一斤一根呢那汉蛋疼1.89一块多钱那来一根吧我一会儿等那个锅里出来的哇太棒了就是刚做出来的这个油条来了哦2.4微信收款2.4元谢谢哇油条宝宝这么大的아뜨거워너무맛있어어여기도프나우파네你好这边豆腐脑怎么卖的2块钱一碗里面可以吃吗可以啊来一个豆腐脑吧油条不来一根吗油条刚吃了啊맛있겠다와相当不错好的谢谢谢谢啊要一个冻梨要一个冻狮子5块6好嘞好嘞我转过去了啊好嘞谢谢老板好卖好卖这个是我回去再吃我一边拿着水果走着走着到哈尔滨站了我刚刚在酒店休息一会儿然后现在要去道里菜市场我的出租车到了叔叔我想问一个问题道里菜市场跟海一百是一样的吗、哎、然后那个海一百现在名字变了这个新一百了吗就新一百吗海一百跟新一百是一样的是吧就这一个啊里面有那种内衣因为我打算去那个漠河那边然后想要买一些、啊、买的保暖的对保暖的内衣都有啥都有他那块儿那地下也都有像地下也行知道吧地下都便宜啊是都是个人那种的我看看我一会儿去看看对那地下都有哎呦妈呀你家可能也那么远我韩国人啊韩国人那提不出来的吗韩国人呢中国通了已经好了好谢谢谢谢啊好嘞再见再见啊有一股呢道里菜市场他们就들어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
와맛있는거엄청많은데와고기봐봐엄청크다烧烤肉来点帅哥这个什么肉呀鸡腿肉猪里脊烤串也是哈尔滨特色吗那就来一个烤肠吧来烤肠好嘞多少钱12块8好谢谢谢谢买一桶这边也是很多人排队我也在这儿排队这个是卖什么的蛋糕，蛋糕，脆皮无水蛋糕。这你们经常吃吗？好吃，好吃。嗯，你们都是哈尔滨人。对。哦，这个本地人吃的这个。对，一个人买好几包。可以单个也可以买的，是吧？单个也可以买。本地人吃的好吃的店。天天排队。啊，여기세가지맛있는데，一个是原味芝麻味还有葡萄干。对，我要各来一个。然后在那边是现做的，本地人买一大包一大包的。我要黑芝麻一个，葡萄干一个，原味一个，多少钱？2块6。转过去了，谢谢。先来尝尝这个葡萄干的。哇，买到。嗯，外边是挺脆的这种，相当好吃。这怎么卖的？这个是15的。好嘞，谢谢啊。这个是叫熏肉大饼。对，熏肉大饼。嗯，来到了海百，这个是在六层上看到的海百。1층에서이렇게팔고2층3층4층5층6층까지다엄청크네요긴我去这边看看仁和新春天欧韩服饰海一价格是稍微高一些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아여기는약간지하상가느낌이구나개인이파는곳有帽子稍微厚一点的吗很内些这个可以能试一下吗可以这个吗对这个是89的89嗯也可以但是稍微拖的稍微多一些这个是这样扣上去的对哦有点重的这怎么卖的39来了我想买一个袜子稍微高一些的汤特龙这个写着韩文字买三只汤特龙棉裤有吗棉裤棉裤看一下这是东北棉裤你看看里边啥是这个我的号码有吗要不要吃几不知道你量量你叫色色有几岁去幕后的话要推荐必须这样是一站厚的这个对这个你必须这个就去摸盒那摸盒零下30度这怎么卖的158可以便宜点吗然后就给你150 130哥们儿我正常我不当我还看贴价钱我知道我知道我买了袜子然后这个了吗这个袜子都15拿都15双的这个都是那这10块钱吧这袜子那你就这样的10块钱然后这个150到180就够了嘛是吧三个袜子然后一条裤子180190成交180吧哥们你太能讲了哥们你没事没事180走一口价180好走叫不贵来来来来180不是你知道我个子多高吗你1米75175吧嗯175吧但1米8好180走太能讲了好的谢谢老板哦좋네这边真的相当不错这个我给你打开啊好看看里面带绒的哦刀塔的一个然后外边是羽绒服的防水面料防雪对对那个是怎么卖的139100块钱你价钱最低挂着牌匾的呢你这样你试试吧好我先试试这个有42的吗有我给你拿了4343对这个要对稍微大一些43的也是有点少感觉44正好44正好相当不错110价钱就这个价钱了 OK 120吧哎呦说他很满意的老板、啊、这个多少钱这20这个葡萄来这个吧哦有个大您好这个锅是在哪里在门口你们还有炸串吗有的啊您好这个是皮蛋吗是的实蛋是啥用皮蛋做的超值的15块钱啊切膜年糕多少钱皮蛋你夹出来里拿我送你的嗯很懂我到了哇麻辣烫진짜맛있겠다麻辣烫한번먹어보겠습니다东北麻辣烫진짜맛있다
我刚刚放了特辣特辣的，哇，真真没有。鸡排，果然是东北朋友们，就是说你来哈尔滨之后一定要尝试这个麻辣烫，不愧是，真的非常好吃。阿克里瓜哥一个酱鸡蛋的这个，嗯，약간피단맛도나면서有鸡蛋非常好吃，口感非常 Q 弹的。오이것도맛있네青梅绿茶처음먹었는데괜찮다오늘도영상봐주셔서감사하고하얼빈영상은여기서마무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谢谢关注谢谢点赞拜拜拜안녕 와아침인데눈진짜많이내리네이야